潮汕牛肉丸，减脂期可以放心吃的牛肉丸，被各大减肥主播种草的潮汕牛肉丸，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下单了12袋，有6袋牛肉丸，6袋牛筋丸，12袋一共花了是99块钱，一袋呢才合8块2毛5，每袋呢都有12个大牛肉丸，入口弹牙有嚼劲，口口爆汁儿。扒开看一看，层层的牛肉比超市里的牛肉丸好吃太多了。超市里的牛肉丸都是淀粉丸，只会增肥不会减肥。这一个牛肉丸热量呢是50大卡，经过我们3口人的试吃，减脂期可以放心吃，它可以作为午餐的蛋白质来吃，第二天呢你会收获掉秤的惊喜。锅里不用放油，打入一颗鸡蛋定型，少放一点点的油，放些葱花爆香，放少许的花椒面，然后呢放入清水，下入牛肉丸，飘起来呢牛肉丸就好了，然后呢下入荞麦方便面，再下入一些自己喜欢吃的青菜，一碗热气腾腾的荞麦面就做好了，汤鲜味美，肉丸呢也 QQ 弹弹的，特别的好吃。这一碗面特别适合作为我们减脂期的午餐，营养全面，掉秤好。